我不是故意的，感冒难受没忍住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哇，肉肉，你真暖心，我都忘了家里还备了感冒灵呢。肉肉真棒，你跟感冒灵一样灵。等着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天冷了，给自己买了个发热宝。老板说是24小时恒温的，用了几百天，确实还不错。